第十七题，某一轮轴的轮半径与轴半径比为4:1，则轮转一圈轴转多少圈？这是老师上课强调过的重点。轮轴是一个同心圆，两个套在一起的同心圆，所以轮转一圈，轴也会转一圈，跟它的半径比是无关的。因此，第十七题问我们说，则轮转一圈轴转多少圈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1。